界为山，有无量鬼王，离阎罗天之境，一道离来到佛说，说为恶度鬼王，多恶鬼王，大正鬼王，白虎鬼王，雪虎鬼王，赤虎鬼王，山羊鬼王，飞神鬼王，癫狂鬼王，狼牙鬼王，千眼鬼王，贪兽鬼王，扑食鬼王，诸侯鬼王，诸惑鬼王，诸事鬼王，诸财鬼王，诸畜鬼王，诸禽鬼王，诸兽鬼王，诸魅鬼王，诸战鬼王，诸命鬼王，诸鸡鬼王，诸仙鬼王，山木鬼王，石木鬼王，乌木鬼王，七里石王，大七里石王，七里茶王，大七里茶王，阿那茶王，大阿那茶王，如是等大鬼王，各个一派见诸小鬼王，金具眼菩提，各有所知，各有所住，是诸鬼王，离阎罗天之成佛为身，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埵，具足斗笠在一莲衣，二是阎罗天之护慧合掌，白佛言是尊我等谨者，离诸鬼王成佛为身，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埵，方得一知道理大慧，一是我等破山离故，我今有笑一世，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，佛告阎罗天之直路说闻无为如说，时是阎罗天之三地世尊即为是地藏菩萨，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，白见方便而度罪苦众生，不知彼见是大菩萨，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，难助众生活脱罪报，为救之间有多恶道，世尊是地藏菩萨，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，云何众生而不依至善道，永去解脱为愿世尊，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之难言菩提众生，其心刚强难挑难破，十大菩萨一拜千劫，头头就把如是众生招令解脱，是最宝人乃至多大恶趣，菩萨一方便利拔出根本业缘，而且无数是知识，知识言不众生皆恶习中，宣出宣入老师菩萨，究竟皆数而作度众，譬如有人迷失本觉，误入仙道及仙道中，多住夜叉及胡狼食之，观色不屑如是迷人，在仙道中须臾之间，即造诸毒有意之事，多借大树山尽十度，乃及夜叉诸恶毒的，胡风迷人已尽仙道，而一只眼多在难知，为何是故而入之路，有何一书能知诸度，是迷路人忽问是语，方
所知若是善知识，一切皆受因处现法，念诸恶毒之欲浩大，令得安得一智也，多在迷人之境以后，不虑是道之路如者，就难得出乎顺心也。是迷路人一生感受，临别之时知是有也。若见今之即诸如乐，若断若离言语之路，多诸毒恶伤是心也。故令是种子去其事，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智慧，就把罪苦众生身边人中领受妙乐，是诸罪众之业道苦，多得出离永不再离。如迷路人故路险道，遇善知识应皆临住，永不暴露奉献他人，不宣末路之言因是迷惑，得解脱尽根不暴露。若在彼间有上迷惑，不觉就真说落仙道，或知是迷路多恶趣，地藏菩萨方便离苦，持令解脱生人天中，全有在入落叶界中，永住地狱无邪多时，何时恶度回望，合掌恭敬拜佛也。世尊我等诸回望，即数无量在眼菩提，或利益人，或损害人，个个不同难事业法，使我眷属有幸世界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，我正一居若庄严方式，我有男子女的求貌发善事，乃至宣一般一看，烧香烧花供养佛像，即菩萨香火转度尊敬，烧香供养一句一句，我等归往经历世人，如过去现在未来祝福，持住小慧各有大力，即土地分辨定为福，故令恶事恨事恶病恨病，乃至不入一世，今欲持舍等处，何况如门佛战鬼王，善哉善哉，如等其利言多，人路是永不善难离的，无力高翻望地时，临危无路说是一事，回中有一鬼王，明月主明白佛言，师尊我本也言，诸愿不忍也，生世世世我皆主持，在我本愿生于离也，只是众生不会我也，只令生世俱不得安，何以故事言不提人出生之事，不问男女或欲生事，难做善事怎亦舍得，只令土地无量欢喜，永不知母得大安的，离欲眷属或欲生修，身无杀害居住贤位，恭祭禅母及光聚眷属，饮酒食肉各月闲观，能令之母不得安乐，何以故？是禅难时有无数而归，即望良亲美于世心学，使我早领舍在土地灵气，何故之母是令安乐，
方为刷苦，积聚眷属一世之苦，繁阳之首之母去世，有缘菩提黎明众人，不问善恶，我欲定是命中之日，不落恶道，何况只修善根，怎我离苦是缘菩提心善之人，黎明众时已有百千恶道鬼神，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，迎接亡人零落恶道，何况本照恶者，世尊如是言菩提难知离人，黎明众时身世昏迷，不变善恶乃至眼恶根无见闻，是诸眷属当须舍大供养，转度尊敬念佛菩萨名号，如是善愿能令往生，离诸恶道诸魔鬼神，悉皆退散，世尊一切众生黎明众生，若得闻一佛名，离菩萨名或大圣经典，一句一句我观如是悲人，除我无间杀害之罪，小小恶业何多恶习者，心即解脱，佛告诸命鬼王，如大智故能发如是大愿，于生世中护住众生，若未来世中有难之女人，此生世世如我推誓愿，总令解脱永得安乐，鬼王拜佛言愿不有虑，我必是心念念永不厌护众生，生世世世俱得安乐，但愿诸众生于生世世心受我于无不解脱，佛大利益二十佛高地藏不出，十大鬼王著名者，一生经百千身作大鬼王，一生世中拥护众生，十大师自被缘故，见大鬼身是为鬼也，却后过一百七十劫，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，皆命安乐，世界明净处，其佛寿命不可计劫，地藏十大鬼王，其事如是不可思议，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，成佛名号遍地。